我问你，你的命是谁给的？是你妈。你妈要看见你今天现在这样，她连再死一次的心都有。闺女，我平时看着你挺懂事儿的啊，怎么一说到这个文祥天，你的脑子就犯糊涂啊你啊？干爹，其实呢也没那么复杂。你看，这里面不是什么什么消毒液，里面装的是汽水。其实我知道，小崔这样做是不太对，但是你也得体谅一下他的心情。他是真心爱着文向天才会出此下策，你总不能活生生的棒打鸳鸯吧？闺女，如果你要怪的话，你就怪我吧，我也欠缺考虑。这怎么这事儿闹的？这好了好了，这样吧，叶子、小翠，咱们先回家。别，别走！你好不容易来了，这住一宿再说吧啊！干爹，你看小翠现在多难受啊！我想可能在家也待不住，走了。哦，好也好，回去帮我劝劝他啊！不好意思。先给我，对不起，爸。拜托了。我知道我错了，但他也不能那么大声吼我呀，他从来没有吼过我。算了算了，其实都怪我。我应该陪你去的，阿姨。我们两个在一起，真的就那么难吗？再难，我们都要挺住，对不对？不过，话说回来，这鬼主意你怎么想出来的？我就想，假如我是阿玉的话，会怎么办？瞎说，我怎么会这样？你呀，要答应我，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可以拿生命当筹码。我可以没有一切，但不可以没有你。做一个好丈夫，一个好父亲，给你和孩子一个家。你们是我的好朋友，也都是小雪的亲人。这一次我出去找子天，我希望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。我跟爸爸讲，我出去散心去了，所以如果我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的话，我就只能麻烦你们了。你别瞎说。那好，如果你下定决心去找，我陪你。你文氏不管了，我陪你去。小翠、向天，你们真的不用管我，我很好，我能照顾自己的。不行，既然你把这个秘密托付给了我们，那我们俩必须有一个人在你身边，这是我们答应保守秘密的底线。什么？小翠要去旅游？是，小翠不让我告诉您，但是呢，我认为您是个长辈，必须要跟您说嘛。和谁去啊？不会是和姓文那个小子吧？不是，是和一个叫白滴滴的女孩一起去，他俩说什么要结伴去散心什么的。白滴滴，您别生气啊，我也知道您和白家也不对付。啊，那我生什么气呀？啊？两个小姑娘出去旅游，这挺好的啊！
玩多长时间呢？他明天一早就出发，说最多一个礼拜左右吧。一个礼拜？啊，再多玩两天也无所谓啊。啊，那个，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吧。啊，哈哈哈，行了，就这样，挂了。这么爽快？喂，听着，从明天下午开始收购文氏，老子要在一周之内灭掉文氏，彻底灭掉。哎呀，老公啊，小穗都说了，人家白家那个姑娘怀孕六七个月了，还自己出来旅游呢。我出来这么一会儿，你看看你，哎呦，至于吗你？老婆，人家才二十出头小姑娘，您都几岁了？这也算高龄产妇，特别照顾一下，知道吗？小心为妙，了解了吗？哎，你说我怎么那么不爱听啊？谁高龄产妇啊？谁岁数大？你说谁呢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谁岁数大呀？我怎么了我？行行，不用客气了，好了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没被他吓到吧？还是没有吓到吧？没有心下孤独吧？没这事，没事，没有，没有事。哎，你看人家孩子穿的帅。我看你没有事嘛。你没事，我去看一下他啊。等一下。哎呀，小朋友，来，我把你扶起来。三，来，没事吧？没有就好。会不会滑呀你？那么大的路滑这边干什么？你差点撞了我老婆，知道吗？她怀孕，你知道什么叫怀孕吗？很危险的，知道吗？要很小心的。你看你浑身都是盔甲，像变形金刚一样。你要没事撞她怎么办？哭就会哭，哭有什么用啊？啊！哎，妈，宝宝，你看你爹今天多么的勇猛，一个打好几个，把他们都打退，保护你妈。你以后要学着点啊！是啊，都保护成这样了，你看看，然而打得跟乌眼鸡似的。嗯，没事。不过老婆，我想了很久，我真的认为从明天开始呢，你就别出门了，妹妹太危险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明天开始呢，我就去买很多碟片回来给你看，让你看个过瘾。因为外面太危险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宝贝安全，所以你不要出去了，了解吗？老公啊。你不能这样，这样太紧张了，这样对胎儿不好的。别这样啊！什么叫太紧张了？老婆，难道你不了解吗？今天只是这个小朋友玩这个轮滑，明天会不会有什么呀？搞不好你再出去变成四轮大卡车怎么办？不行的，马路如虎口。你爸爸真是魔障了，哎呦！都是在老家见过的，可是现在咱们整个镇子都找遍了，他还能去哪儿呢？弟弟，先别着急，你不是知道子天哥小时候其他玩伴的联系方式吗？我们一家一家的找，说不定就有希望了。小穗，真是对不起，害你每天跑来跑去的，这本来应该是我的事情。别这么说，你的事儿不就是我的事儿吗？本来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的，谁知三年前突然杀出一股势力，就像敢死队一样，宁可损失自己的一切利益，也是死咬着我们不放啊！没办法呀，齐总，给我查清楚，这是哪家不要面子公司，把他给我拖垮！老子要让他们看看，谁想帮文氏，到头来就是死路一条。是，齐总。白叔叔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
文氏已经跟您没有关系了，为什么？我希望你是来跟我报喜的。我是来报喜的。这三天里，文氏已经从齐大马手上抢回30%的市场，而且我已经跟英国的投行接触，如果顺利，更多的资金会支持我们顶过这一关。臭小子，就知道赌，你赌对了。但这三天是您拼了白事换来的。那又怎么样？如果换了别人，也许这三天就白白浪费了。你用三天的时间抢回30%的市场，已经超乎我的想象了。白叔叔，白氏创立至今已经31年了，比文氏还要早。当年齐大马的背叛造成的危机其实比现在小得多，可我还是把我妻子的产业融入了当时的公司，这就有了后来的文氏。可从那以后，你爸爸从来就没提把白氏还给我，这就成了我们兄弟俩最大的芥蒂。明天你先自己回去吧，我留下来继续找。迪姐，我们已经出来两个礼拜了，你不是答应过你爸爸了吗？找不到子天，我绝不回去。但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再折腾了，就算你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你总该为小雪着想吧。小翠，你知道吗？这几天我每天晚上都会梦到子田，可是他的背影，我就追呀追呀追呀，可是我怎么都追不上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回去吧，听话，好不好？怎么了？这地方我好像来过。我想起来了，就是我跟你说的伊甸园，阿玉带我去过的那个，就是我们小时候三个人建的那个小木屋。喂，哪位啊？
是子天吗？子天，爸，哎，子天，你现在在哪儿啊？爸，你先别管我在哪儿，听好我下面说的话。帮我带点衣服还有钱，今天中午12点，我在9号公路附近等你，千万记住一个人来。哎，哎，子天呀，子天。怎么说冤家路窄呢？哎，阿姨哥哥，我最近新学了几个曲子，你要不要听啊？好啊，好小子，走。哎，小家伙，咱们都去了啊！哎，听听小涛给咱们弹新曲子。迪姐，你在车上等我一会儿吧，我先进去看看。不行。我一定要自己去。如果这里也没有的话，我就彻底死心了。我以为我能隐藏，掌控尺度很漂亮，当我舍不得不再看你茫然，心已走向。我爱你，我知道不能假装，越假装越为你而常常热泪盈眶。我以为我还能再假装，越假装越痛得不一般。这只老狐狸死心塌地地跟着你啊啊！输了，你也不会懂。不过现在白事已经完了，怕是不会有第二个人来糊了你了。文氏的市场已经逐步恢复，想再攻，并不容易。今天收盘以前，文氏的股票将会大跌。你说什么？小子，比起头脑，老子不如你。可拼起狠劲儿来，你不如老子。啊！今天下午2点以前，
其实要把手里攥着的文氏股票全部抛售，绝不会有第二个人再出现了。谈得好啊！喂，小翠怎么了？幸亏送来的及时，母女平安，你们都放心吧。那能不能让我见见孩子？婴儿是早产，需要送进恒温室，过两天就能见了。哎呀，小穗，谢谢你，多亏了你呀。白叔叔，您错怪小穗了。他们这些日子出门，是小穗一直在保护迪迪。您知道他有严重的哮喘病吗？阿玉，迪迪这次并不是散心，而是为了找子天。子天是小雪的父亲，迪迪是在为了孩子找一个家。叶子天这个畜生，连人都不配做，还配给迪迪一个家？白叔叔，迪迪从没有一天放弃过爱子天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？不出血，现在正在抢救。大夫，你们一定要把他治好，听见没有？一定把他治好。白小姐由于自身体质的问题，她坚持生产本身就存在着极大的危险。我们一个月前曾劝说病人放弃孩子，她明知道生产的危险性，依旧签署了同意文件，这是她自己的决定啊。她知道。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好，两个小时之内，老子要让文氏股票变成废纸。
现在通缉犯，你知不知道我回去就要坐牢？你当爸爸了？弟弟早产了，他快不行了，他想见你最后一面，你知道吗？走。涉嫌经济诈骗，配合我们调查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放开我，放开我！你们让我见你一面，子谦，放开我！
弟弟在等你，他没有放弃。求了一个签回来，看到没有？镇宅保胎。啊，老公，咱们家没有什么那个吧？哎，我的一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平安嘛，而且你看，不要笑，我还帮你准备了一对，你看，踩小人的，帮你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要你告诉小帅，让小帅说死你！哎呀，我不要。截至今日收盘，文氏集团股价跌至历史最低。老公，文氏集团发言人表示，将于近期发布股东权益变动通告，力保股东利益。但是，据有关消息人士透露，文氏集团已很难扭转局面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啊，弟弟呢？他没事。没事就好。妈，今天在公司死守文氏到最后一分钟的，不应该是你。对不起。没关系的，妈一点都不怪你。你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，文氏集团不过是一个称号而已。你能救弟弟，真的，妈一点都不怪你。妈，过去了，文氏能走到今天，那是气数已尽。这就是命。妈，不是这样的，我能让文氏重新振作起来。我想卖掉这套别墅以及文家所有的地产，我已经有了计划，只是缺少资金。妈，如果您相信我，就再多给我一次机会，文氏不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。我们没有房子，该住哪儿？我们可以住露天，可以住桥底下，但不管住哪儿，我都会陪着你，在您身边。小穗，嗯，你也会陪着我，对吧？嗯。小穗，过来。向天，你曾经问过我，若齐大满已经要高爬文氏，我会不会同意你和小穗在一起？你说，这个答案对你和小穗都十分重要。我想明白了，房子卖了吧。不管文氏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是文家的儿媳妇。妈，爸，我和小穗来看您了。我知道您可能有点生气，我没管好文氏。不怪阿玉，都是我不好。我真的不知道老头子会把事情做得那么绝。对不起啊。爸，您看到没有？
您的儿媳妇多懂事。爸，我妈答应我们结婚了，不过在结婚之前，我有件事儿必须要做。我向您保证，我会让文氏恢复到您离开时的样子。不过，我有些话今天一定要跟您说。经过这一切，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合适的管理者。我不像白叔，不像子天，我可能更喜欢简单的生活。爸，儿子累了，等我完成我的责任之后，我必须离开文氏。爸，您会原谅我的，对吗？沈天，你好，你好。妈，他们是谁啊？那个高个子的，以前是向天在英国时候留学的同学。嗯，人家现在在澳门有一家不输咱们的企业呢。你看那个白头发那个，嗯，他是以前咱们公司的副总，现在人家在华尔街任职。向天呐。文氏的情况我们都知道了，你父亲过去曾帮过我们一个大忙，这个恩现在是该报的时候了。我刚才听阿姨说，你现在已经有了计划，但是没有资金。是，我打算。你不用说了，我相信你的计划是不会有错的。我听你妈妈说，你现在已经准备卖房子了，不要学你爸。那个时候我还不成气候，帮不上什么忙。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他骑大马有的是钱，这点我可能比不上他，但是现在我们三个人联手帮助你，总可以和他对上一阵。谢谢大家，我想借给我的钱把文氏的股票全部都买回来。你想抬高文氏的股价？对，现在文氏的市场还有余息，我想利用好消息刺激市场，假如我能知道齐氏下一步的计划，也许会更有把握。那你准备用多少资金呢？全部。好，既然他白景天都敢以全部身家赌你赢，我为什么不敢？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同意。谢谢大家，明早开盘，我要在一个小时之内把文氏拉回原来的价位。好。收盘时，我们的股票跌破了10%，那文氏只能宣布破产了。